The broadcast is now starting. All attendees are in listen-only mode.好的，大家下午好，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如果可以听见我的声音的话，哪一位朋友可以在网上，在微信上给我留一个言，好不好？现在大家应该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的，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各位伙伴。哦，听到了，好的，我把这边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地方啊，要把这边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大家看到的应该是更清楚的。
好的，这样大家应该是看到很完整的一个幻灯片。那么呢，我们以后呢，每一次呢，我应该会在很准时的时候，在盐湖城的时间、山区的时间，大概是在7:01，或者是在7:02的时候会正式开始。那么这样呢，让大家都知道7点钟会准时开始。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捧场。那么呢，我们这一次的培训呢，那么我也是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下子连续10个星期，每个星期要讲一个话题。那么我在新加坡亚太年会的时候，当时在我们的美国市场的这个美国市场的会议上面，我也讲到过。那么虽然我在友桑那公司已经6年了，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培训，那么呢，这10个基本的话题呢，有个别几个话题是我比较擅长的，那么相当的一些话题呢，因为以前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这些方面呢，一般都是由领导人自己承担的。那么现在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美国的市场呢，那么里面有很多话题是我从来都没有讲过的话题，所以每个星期我也真的是就是把一个梦想版和一个目标把它写下来。把它大声地说出来，那么呢，而且公布于众，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完成这个未来10个星期的这么一个培训。因为昨天和前天在跟同事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如果等我把10堂课全部都准备好的话，再去做的话，我估计可能又要半年的时间。那么这样呢，我觉得，也给大家，表明一个态度和决心，因为。没有谁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那么呢，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呢，那么呢，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请教，那么能够在未来的10个星期，包括今天，能够把这10堂课的培训把它给做完。那么这样正好我们在美国年会之前能够把10堂课全部做完。然后呢，如果大家之前看过这10堂课培训的话题呢，大家就会知道，这10堂课其实应该是我们在这个直销事业当中非常基本的基础的一些课程，而且这10堂课呢，应当是循环的去讲，反反复复的去讲，而不是说一年只讲一次。那么我跟大家讲一讲未来半年的安排吧。那么，在美国年会，我们会第一轮每个星期讲一次，在美国年会之前讲完呢。然后在9月份，我目前的打算呢是会有另外的10堂课，还是同样的这10个话题。除非呢我受到大家的反馈，需要对课程的这10堂课做一些话题和数量上的调整，否则呢，那么这10堂课呢，我会单独再请10个领导人，那么这10个领导人呢，会来自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来自加拿大，有可能会来自美国本土。那我可能呢，更多呢，可能我会从亚太地区，可能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呢，我会单独的可能会请不同的领导人来单独的再分享这4个基本的话题，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列名单、分析名单的这样的话题，还是暖身邀约的这样的话题，还是说初级领导力这样的话题，还是讲复制，每一个领导人讲出来的角度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呢，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叫博百家之长吧，这个成语稍微怎么说的，我稍微有一点点忘了，不好意思啊。那么呢，今天呢就由我呢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就是9月份，然后呢未来到10月份和11月份和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会去讲这10个话题。目标呢，我是希望呢大概应该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度之前，我们把这10个话题的培训的完整版给做完。那么我所说的这个完整版，就是说经过公司审核过的这个幻灯片，包括演讲稿，那么包括精确到每一个字的演讲稿会全部把它做完。那么呢，这样通过领导人反复的学习，刚刚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群，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如果想加入这个群还没有进的，可以私信跟我联系。我会再单独的给你解释一下。那么这个第一轮呢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版本。那么呢我也很期待大家给我的反馈。那么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有一些内容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或者那么的高效的话呢，
我希望我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么大家呢，可以拿到我的这个资料，我会毫不吝啬地跟大家分享这些资料。那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自己改进和升级，甚至放在自己的这个聚会当中或者团队的活动当中，一起去分享。那么，2019年，希望呢，我希望最快呢，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吧，最慢呢，我希望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之前，能够把这个完整的有文字版的幻灯片版本的，甚至是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录音的版本，可以全部都把它给做出来。那么这样子呢，能够把这个初步的一个初级的一个新人起步加速的这一套给做出来。那么后面呢，我们会当然了，有很多这个单独的产品培训。或者叫中级的领导人的培训，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好不好？那么希望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那么一起加油，能够把美国这个市场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每一次的培训的时间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网络上安排的时间呢是1个半小时，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短一点，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那么到时候我们就具体看。那么今天呢，由我大家来跟大家讨论第一个为什么要吃这个营养品的话题，为什么要使用有 USANA 营养品的这么一个话题，好不好？那么讲到这个营养品的话，那么因为这个课程呢是给以后是给新人起步用的，所以里面有一些内容呢，我的内容呢会尽量可能的是简单，朝着可复制的方向去走的。有一些过于深的一些知识理念呢，我尽量不会去讲太多。但有的时候呢，为了一些趣味性、教育性和故事性，我可能在偶尔会加一点点，可能稍微知识稍微深一点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么我相信，在线上的每一位朋友都应该非常了解，我们人类啊，其实不仅仅是人类，我们的这个植物，包括植物，我们的这个微生物，包括我们的动物，那么呢，包括呢，其实我们只要有生命的东西，它都需要这些营养元素。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我们人体的营养元素呢，其实是分为7大类。那么，一般呢是分为2个大类呢，一个是叫常量元素，第二大类呢是叫微量元素。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概念，其实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的。那么常量元素呢，就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纤维素和水。那么微量元素呢，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也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这是一个2大类的，包括了不同的维生素不同类的这个矿物质，那么它们在我们的地球上的存在呢，含量分布非常的广，但是含量非常的低。虽然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量很少，有的时候呢都是说，就是微克级，甚至是钠克级。那么微克级是什么概念呢？微克级呢，我们大家知道1克大概是多少？那么1/1000呢？那么这个是微克，纳克级呢就是10万100，就100万分之1克。那么这个是纳克级。那么呢，在讲到常量元素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慢慢接触 USANA 的产品的话，你会发现，USANA 是一家细胞营养品公司，但是在我们的食品线当中，我们也为我们的客户，为我们的直销商也提供了非常均衡的这个常量营养素。那么未来我们如果再讲到这个鱼油的时候，我们可以单独的针对这个脂类会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培训，因为关于脂类，其实我们大家了解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全面，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误解。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营养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那么呢，讲到营养素呢，这边有一个，我们拿一个胡萝卜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100克的胡萝卜，那么我们能看到，经常可能大家冰箱里都有的，但是呢，它的含有的，如果你这张幻灯片，你看这个偏下方的话，有我们3个常量元素，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大概是9.5克，也就是说大概有1/10的这个胡萝卜里面含有的是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糖分。那么脂肪呢，胡萝卜里面的脂肪有没有？有，但是含量很少，大概是0.24克。蛋白呢，大概是1克不到，但是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右两边这个绿颜色的和蓝色慢慢渐换到渐变到紫色的，含有了大量的这个微量元素。那么微量元素也是我们今天在讲的为什么要使用营养品，今天非常主要的一个话题。
那么，首先呢，讲到这个营养品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人的身体要使用这个营养补充品？为什么我们人需要营养，长浪元素和微量元素？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人的一个机体啊。那么这个人的这个系统，大家都应该会很熟悉啊。按照我们人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机体，但是我们这个人的机体呢，是由有的地方叫八大，有的地方叫九大系统。那么我们人体是由不同的系统而构成的，每一个系统呢，就是说行使着它自己独特的功能。比如说肌肉系统、骨骼系统，那么包括我们人的这个消化系统，每一个系统呢，有的时候，有每一个系统呢，并不是相互分离的。比如说，它有的时候是有相互关联，会相互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系统和骨骼系统，就是它就是一个相互协同的一个系统。那么，我们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这个生殖系统也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更不要说可很多的一切都是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么一个指导下去完成我们身体的一些正常的生理的一个功能。那么呢，那么机体的下面一个亚单位呢，我们是叫个这个系统。那么系统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呢？是由器官。那么器官呢是由组织来构成。那么所有身体的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就是叫细胞。所以呢，我的这个上方呢，如果你看到，如果从最小的单位再到最大的单位呢，由左而右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人的机体，那么这个，那么大家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细胞的分化分裂，会变成，比如说一个受精卵，它在胚胎发育这个胚胎发育过程当中，慢慢的会分化为上皮细胞、神经细胞，包括头发和皮肤等等。那么慢慢的这些肌肉，那么这个肌肉细胞，比如说神经细胞，它慢慢可以发育成一个。大脑的一个大，比如说大脑或者说是小脑的一个器官，那么这些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小脑的器官，再加上周围的神经元和血管等等，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这些所有不同的系统就构成了一个我们人的一个机体。那么讲这两张幻灯片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大家其实在出去讲，就我们自己在团队复制的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就是明确到。我们人体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就是细胞这两个字。那么人的机体呢，对于外界的环境，那么呢，根据这个教科书上呢，也是有三级的调节，这个三级的调节机制。那么包括细胞调节、激素调节和我们人的一个机体的一个调节。那么这个里面最最基本的，也就是我们的细胞的调节。总而言之，刚才我说的这张，就之前的三张的幻灯片，讲到了细胞与机体的关系，这个机体的对于外界环境的这个调节，就是为了强化了一个概念，人体的基本单位就是细胞。那么我们很多伙伴流传的有一句话叫做，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其实都是这个细胞细。就是不健康的细胞，而细胞生了病。我们之前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呢，在讲到细胞的时候呢，这边呢我就愿意稍微再多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因为大家对于细胞这个概念呢，大家都很熟，但是大家对于细胞的了解呢，每个人的层次都不一样。讲到，既然细胞是我们生命的单位，细胞是我们这个身体调节最基本的一个功能，那么细胞跟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营养。我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营养和我们的细胞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我们每日所吃的这个营养啊，它对于我们细胞的结构本身就起着直接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很多这些营养元素、微量元素是直接参与和调控，包括调节我们细胞的功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营养和细胞结构，就是单纯这个细胞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关系。那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细胞膜，其实我们人都会摄取碳水化合物啊、蛋白啊和脂肪等等等等。那么，在细胞膜的结构。就是由脂肪和蛋白质来构成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摄取到不充足的某一类的脂肪的话，对于你细胞膜的结构是会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呢，第二个呢，那么刚才我说过了，那么我们的长量元素不仅是我们
细胞的一些组成的一些结构。那么微量元素呢，也参与着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也参与着我们细胞功能的一些执行。最简单的常量元素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和酶。那么我们细胞里面功能的这个执行者，那么最简单的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包括糖分。那么也是我们身体产能最主要的一些，是我们身体利用最主要的一些常量元素，在产能的过程当中，当然需要微量元素的参与。那么微量元素参与不仅体现在，这些糖分的利用啊，而且更体现在一些更微观的，甚至是在细胞膜里面发生的。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DNA。那么 DNA，我们大家也都知道，DNA 它会有一个复制的过程，但是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发生错误的。所以各种微量元素对于维持 DNA 本身的结构，包括它这个 DNA 的复制、修复和纠错，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么这一张幻灯片的主要的作用，想说明的是，我们摄取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不仅决定了我们健康完整的细胞的结构，而且和它的细胞的功能和细胞内部的一些微观的一些亚细胞水平的一些细胞功能是直接起到一个直接作用的。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那么比如说我如果拿我们的大脑这个器官来做一个例子的话呢，大脑就所需要17种的营养素的成分。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大脑当中有啊，比如刚才举了个例子，我们细胞膜完整的细胞膜的结构需要蛋白质和脂类。那么大脑的结构需要什么？它的这个结构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很关键的一个成分，就是大家这张幻灯片上如果能看到的第三排有一个 omega 3。它的这个 DHA 的这个成分啊，是我们大脑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除了这个组成，像这个就像我们盖房子需要这个砖头一样的，那么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大脑的这个房子呢是需要一定成分的 DHA 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的这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E 啊，包括锌、维生素 C 等等等等。那么这边其他的17种营养成分，对于正常的大脑的功能，这个神经元的传递、信号的传递。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刚才我讲到了这个 DHA 的问题，对于大脑的这个结构，我给大家看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学术化的一张幻灯片啊。那么这个呢是从文献上找来的。那么这个讲的呢就是说我们的 Omega 3 DHA 的这个成分在大脑和视网膜中的含量。那么在大脑和视网膜中呢，有大量的这个叫做磷酸氨基的这个成分。那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两个画出红框框的啊，尤其是第一个，那么人的这个大脑，第一个呢是灰质，第二个呢是白质。那么灰质呢是控制我们人语的语言的表达和运动的。那么这个灰质当中呢，那么 DHA 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Omega 3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呢，占到了这个磷脂占到百分之，它有两种不同的磷脂的成分，DHA 大概都需要占到25%到36%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你的这个饮食当中，你的这个补充剂当中，如果你没有摄取到 DHA 的话，先不要说参与这个功能了。本身这个结构上就是会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盖房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建筑的时候，如果这个钢筋混凝土或者这个砖头、这个水泥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这个它的这个功能、它的稳定性上来说，肯定是会出问题的。而且一旦外界的环境出了一点点小小的状况，对于它本身该起到的一些功能甚至保护作用，就达不到这个方面的作用。这边呢，只是说从这个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在这个我们人的细胞和器官的功能结构上给大家的一个例子。那么很多人这个时候说了说，那我就好好吃饭，对不对？我每一天保证我一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健康。那么说为什么我们上一代人说我们的我们的祖辈们为什么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个就牵扯到一个我们现代的这个食品工业的现在的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这个饮食的习惯。
和我们所摄取的这些食物的营养，其实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大家这方面的资料应该都已经听得非常非常的多了。那么今天这边呢，我会跟大家举大概两到三个例子。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在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科普杂志，叫《科学美国人》，叫 Scientific American。那么他之前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在讲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土壤的这个枯竭啊，那么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果和蔬菜里面的营养成分跟20年前、30年前、40年前比的，现在的营养成分已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从科学家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边有一些比较文字的东西啊。那么发现中间部分，营养资料的分析发现，那么12种新鲜蔬菜的平均含钙量已经减少了27%，铁呢已经减少了37%，维生素 A 呢已经减少了21%，维生素 C 呢已经减少了30%。那么英国的食物杂志，那么发现呢，从30年到1980年的调查发，那么包括磷下降14%等等等等。那么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有一点为人耸听的啊，现在要吃8个橘子才能获得我们祖辈吃一个橘子含有同样的维生素 A。苹果也已经丧失了其80%的维生素 C。那么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一个体会，今天的番茄跟20年前、跟30年前的番茄的口感和味道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呢，是跟我们人类的这个耕作的方式和现代的这个食品工业的发展是有一些直接关系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在昨天呢，有一个领导人呢，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是在整个食物链上方的，我们有一个定律，就一个基本的一个科学常识，叫做能量守恒定理。那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能量全部都是守恒的，包括微量元素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人所摄取的这些食物，其实归根结底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个光合作用来的。那么大家知道光合作用，那么它的这个能量，那么传给了植物，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就是太阳光，那么通过这个光线的照射给植物，那么植物产生了这个光合作用，植物不断的生长，那么通过借助土壤当中的这个营养，那么植物不断生长，然后呢，食草动物，比如说牛啊或者羊啊，那么吃了这个食草的动物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作为一个杂食动物，可以摄取肉类和植物类，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人所摄取的常量元素是哪里来的？那么常量元素这个时候可以是从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来，或者是这个食草类的动物，或者是其他食肉类的动物摄取到食物链下方的一些人所以摄取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那么随着现代的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么我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拿香蕉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的话，那么有很多包括香蕉，包括西红柿，包括有一些农作物，它在成熟的最后的那3个月的时候，是它大量的生物酚，包括我们葡萄籽精华里面的生物酚大量产生的时候，也是很多营养在形成的时候。但是因为现代的工业和食品，这个农业和食品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是通过催熟的一个手段，那么呢，没有给它足够的长那么长时间，只是通过农药和催熟剂或者植物外激素的作用，人为的只是在这个尺寸上面，这个 size 上面，它看起来是达到了这个可以销售的地步，但是有一个揠苗助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实际上含有的营养的成分是不够高的。那么拿香蕉来举一个例子，包括有一些水果，那么它会在完全成熟之前会直接采摘下来，这个时候该有的营养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被，还没有完全的给积累起来，那么在被
采摘完之后呢，会放到这个仓库里面，或者是通过运输的时候，以香蕉为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几周的时间运输到不同的地方以后，然后再通过应该是我记得叫乙烯吧，那么这么一个植物的外激素催熟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可以想到，那么这一系列的过程呢，会让我们的营养是没有办法足够得到的。那么，如果再回到几千年或者几百年前的耕种的一个习惯，那个时候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的化肥是哪来的？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啊。那么现在可能是晚饭时间，那我可能因为出于培训的目的呢，我还是讲的稍微详细一点。那么那个时候几百年前和几千年前，我们人类施肥的话，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人类的自己的这个排泄物，或者是包括这个动物的排泄物，用它们来或者是食物加工过以后的材料来作为这个排泄物，再回到这个土壤当中。但是今天随着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现代食品工业的这么一个要求，那么这一个步骤在很多国家的农业耕作当中已经不再用，取而代之的，大家知道可能是各种的杀虫剂和农药和这个催熟剂等等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新的这过去这50年100年的操作呢，就造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随着这个土壤当中的营养成分越来越低，各种微量元素啊，在这个水果或蔬菜当中的这个成分也是越来越低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这个耕种的一个习惯，还有包括这个运输过程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现代食品工业的这个加工和我们人的这个烹饪的这个习惯，饮食习惯也造成了我们的微量元素摄取越来越少。比如说谷类的话，你越加工越，比如说精面本来是全麦的这个产品呢，全麦的饮食呢，它里面会含有很多的维生素，但是呢，你越对这个全麦的这些谷物越做精加工，它的维生素损失也越多。那么呢，豆类呢，那么豆类呢，那么虽然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尤其是植物蛋白，对我们人也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烹饪不当的话呢，那么它的里面有一些成分呢，会抑制其他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如果你的烹饪的温度不够高的话的，它的这个豆类里面的一些植酸和蛋白质抑制酶会抑制其他食物的一些吸收。那么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蔬菜，那么蔬菜的话呢，那么怎么样的蔬菜是最有营养，同时又卫生的呢？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人的饮食就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过分的这个洗切会造成这个大家知道会造成维生素的流。会造成维生素的流失。那么与此同时，如果你过分的这个煮啊，包括这个炒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脂溶性的、一些水溶性的，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维生素的一个流失。那么水果也是同样。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孩子，不喜欢吃一个完整的水果，包括可能会把外面的水果皮给削掉，这本身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习惯。但是你在削掉水果皮的同时，你损失掉的可能是一些维生素，你可能损失掉的是你的纤维素。如果你更习惯饮用果汁的话呢，那么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你这个纤维素和微量元素的丢失会更多。所以通过这些例子呢，大家可以发现，如果今天想像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一样，在一个环境，外界环境水污染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下，想获得到像当年50年前、100年前同样的维生素的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个量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而且刚才我也反反复复的提到了这个我们食品安全的问题，我这边就举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个啊，那么很多人知道他想去吃全麦的，或者说吃水果的时候不削皮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有一个文献当中呢，他也提到，虽然我们鼓励大家使用全麦和包括使用一些水果皮，但是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同时呢，他又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难题。就是如果全部都精加工，然后又削皮的话呢，这个呢，
是损失了很多的纤维素和微量元素，但是如果在使直接使用全麦和这个在这个直接使用水果皮的时候呢，又会有可能你又会同时摄取到农业的杀虫剂、化学品和重金属等等。所以今天随着我们农业和这个食品工业的发展，对于我们人类的饮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心有余力而力不足，给我们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困扰。那么呢，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呢，就更说明了我们的身体呢是需要更足量的，在相对我们的饮食的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额外，我们人体需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在讲到微量元素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呢和大众里面呢会有一些误解。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专业的医生啊，或者说是医护工作人员或者科学家呢，他们会告诉你，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摄取，每日建议摄取量是多少，他们总是把这个来作为你的一个标杆和杆尺。那么呢，在美国呢，应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是叫 RDI，美国呢是叫 RDA，那么是我们中文呢翻成叫做每日建议摄取量。其实这个概念呢是在被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被很多发达国家是被误用的。那么每日建议摄取量的概念呢，我们公司以前的这个科学家 Brian Dixon 在培训的时候也讲过，每日建议摄取量只是我们身体人体的一个最低的基本工资。那么这边呢，我找了一下资料，美国目前呢，这个在每一个州的这个最低基本工资不一样。那么目前呢，大概是从2015年7月份刚刚调整的是这个，我知道有的州是刚刚调过啊。那么全美呢，最低是要求是7.25美金每小时。那么在加州呢，这个值呢就达到了11美金。那么这个值，大家知道，我们政府设定最低基本工资，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经济状况，能够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的一个需要。为了避免过度的贫困和流落街头，也是政府设定的一个最低的基本工资。那么讲到这个每日建议摄取量呢，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官方的理解是什么？每日建议摄取量的设定是基于现有的科学证据，能基本满足所有人群。这个值的设定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也是为了避免营养缺乏症。大家如果把这个概念，如果和这个政府设定的这个每日建议、每小时最低工资一连接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两者有这个同工异曲之妙。那么在讲到每日建议摄取量时候呢，最大的一个误解是什么呢？我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维生素 C，那么在很多国家的每日建议摄取量呢，大概是60毫克到100毫克，那么钙的每日建议摄取量呢，大概在800毫克左右。那么关于每日建议摄取量最大的一个误解是，这60毫克的维生素 C，或者是800毫克的这个钙，那么它是基于群体所需。如果你想把这60毫克的维生素 C 和800毫克的维生素 D 用来衡量你自己个人所需的时候呢，那么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那么你达到了这个营养的水平量，但是呢，只能说明你得到这个营养缺乏症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在这张幻灯片当中呢，我把这一段呢，它这上面有一个叫 for individuals，那么把它画用红颜色的框做了，就是把它给画了出来了。如果你按照每日建议摄取量来衡量你自己个人的营养的时候，比如说你达到了每日的维生素 C 在60、80或者100毫克，你的钙比如说是在800毫克到1000毫克，那么达到这个量了，那么只能说明你得维生素 C 和钙的缺乏症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能够给到你身体一个最佳的细胞营养量，能够对你的身体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那么呢，这两天呢，我自己也读了很多的资料，非常有意思。那么呢，在澳大利亚呢，那么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这个叫做建议膳食营养摄取目标值，叫做 suggested dietary targets。那么呢，这个文献呢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并不是一个什么
公司发布的，也不是由一个什么大学医院发布的，这个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那么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考一下文献，他特地提到了澳大利亚，他特地提到了美国和加拿大。他说呢，跟美国和加拿大的方式方法不一样，说呢，我们不仅是保留了美国和加拿大对于每日建议摄取量这一个传统的概念。但是呢，为了让营养品能够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能够起到对一些慢性疾病起到预防和保，就是预防作用的时候呢，我们分别，那么单独呢，我们设定了这个叫建议膳食营养摄取目标值。那么它的这个原文呢，是说这个营养素的这个成分，如果要它能够达到慢性疾病能够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量，是要远远，他用了一句话叫做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RDI，要远远的高于这个每日建议摄取量的水平。如果线下呢，如果大家我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文献呢，可以在微信里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这句话当时对我自己对于个人营养的所需的时候，这个表述对我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微量元素，为什么细胞需要微量元素，从结构、从功能上，然后讲到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个微量元素，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农业和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原因，包括我们人对于这个营养的传统的饮食营养的这个观点，就是 RDI 的这个误解。那么呢，这边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那么这些微量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的重要性啊，第一个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同型半胱氨酸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复制的一个例子，因为基本上你跟大多数人有一些。你跟大多数的医护工作者简单一交流，他们都会知道什么是同型半胱氨酸。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号称叫做心脑血管的杀手的一个我们身体代谢出来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呢，对我们的这个成分呢，会损伤我们的血管，会损伤我们的血管，所以它在我们血液当中的成分呢，应该是越低越好。那么从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代谢当中呢，这个中间画这个方框的，这个叫 homocysteine 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和中间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方框。那么呢，它呢在我们身体的这个生成和这个代谢当中呢，它是有个代谢途径的。其实呢，身体只要你有充足的叶酸、充足的维生素 B12。充足的维生素 B6 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可以把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给代谢掉的。但是，当你的饮食当中，当你没有足够的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它没有办法代谢掉，它就会不停的会积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损伤你的心脑血管的健康。这是一个已经被研究的非常透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即使普通人对于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一个这个稍微有点复杂。那么今天是出于一个故事性和教育性呢，我选择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呢是由一个叫 Bruce Ames 的人，那么他是美国营养学界的一个鼻祖级的人物。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去 Wikipedia 上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么他曾经在这个也不是随随便便发表的一个文献啊。它是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上面，有一篇文章呢，讲到了这个营养，尤其是微量元素分配的一个理论。那么它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微量元素呢，我们身体人人都需要，所有的生命都需要，但是呢，它的在这个地球上，它存在的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物种，包括我们人类，通过进化呢，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机制，即使在微量元素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活得下去，但是呢，会造成一些损伤。那么就好比呢，我们人啊。就是说，这是我前两天听这个廖小华老师的这个以前的培训的时候，我把这一段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讲到这个我们人的这个构造的时候呢，
当我们人没有水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渴；我们没有饭食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饿；没有空气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憋慌。但是呢，我们身体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缺陷，在没有微量元素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就没有这么一个机制来告诉我们。那么呢，Bruce 呢，那么他发表在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这个文献当中，他就是说，当我们人没有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呢，他认为我们人是存在着一个对微量元素分配的一个机制。那么，当长期微量元素不足，会造成身体内的生化反应和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进行。有的时候仅仅只是一个成分，但是这一个成分会影响一个代谢网络的某一个环节。但是大家知道，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网络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一个成分或者若干个成分长期的摄取不足，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一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的一些变化。但是身体呢，这个时候它身体我们是依然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但是这种长期的微量不足造成的危害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呢会把我们有限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某些维生素，或者说有限的矿物质，会分给我们身体更重要或者最需要的那些生化功能或者是新陈代谢。那么他说呢，这个分配的理论呢，其实在生理学上也会有类似的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呢，他举了从在这个器官的水平上，或者是在细胞的功能上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我们知道，当我们氧气不足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个激素的调节啊，我们的氧气就不会再去供给我们的四肢了，或者是我们的肌肉组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织和器官。相反，氧气在缺氧的情况下，它主要就只供给大脑、心脏和肾上腺。那么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对于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器官。那么同样的这个理论，那么它也提到了，那么当你的微量元素不足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镁，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某一些维生素 B 族，它是会去参与 ATP 的合成呢，还是会去参与 DNA 的修复？那么答案呢是，当你的微量元素不足的时候，那么有限的这些微量元素呢，会优先会供给 ATP 的合成，因为 ATP 是我们身体的供能，我们人体一旦 ATP 不合成了，这个生命就终结了。相反呢，DNA 的修复呢，如果这个地方发生错误了，它不修复可不可以？可以，我们人还是能够活得下来的。那么举了第二个例子，在细胞的水平上，那么我们知道红细胞是主要是运输氧的一个作用，白细胞是一个免疫，对抗一些比如说外来的一些侵袭的一些微生物等等等等。当我们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微量元素或者我们的是先供给红细胞用它来负责运氧呢，还是会先供给白细胞用来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那么答案呢，也是微量元素呢会先供给红细胞，而忽略了这个白细胞的一个免疫功能。那么第三个呢，他讲到了在这个器官的水平上，那么当我们有限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如果一定要在心脏和肝脏之间做选择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那么有限的这些营养素都会先供给心脏，而肝脏就会受到了忽略。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当你长期的缺乏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对于这个 DNA 修复的过程，那么长期得不到修复，长期的白细胞你得不到微量元素参与它的这些正常的细胞功能，长期的肝脏得不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话，会造成很多的这些疾病和慢性疾病。这是通过一个学术的论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呢，讲到这个营养素的产品的使用的基本原则呢，我今天这边呢大概是列了四个。第一个呢是要坚持长期使用。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我们友萨那的这个事业伙伴来说，或者说新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不但要用嘴吃，而且你更要用心去吃。用嘴吃，可能你只吃一时；只有你用心去吃，
那么你才能够长时间的坚持的使用高品质的营养品。那么第三点呢，是一定要均衡补充。那么大家可能会发现，很多其他营养品公司经常会有一些单一类的营养补充品，比如说单独补充叶酸啊，或者单独的补充一些成分或者维生素 B 族。那么呢，其实在这方面呢，很多营养的专家呢，并不建议单一的去补充营养素。当你的某一个成分原来是不足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大量的给到某一个单一的成分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它会影响这么一个代谢的一个途径的环境。有的时候会因为它的这个代谢途径突然接收到过多的某一个单一类型的维生素，会引起整个这个代谢反应，包括酶的功能的一些紊乱。所以大家会发现，有萨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细胞营养、基本营养素，它都是这个综合性一个完整的一个我们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植物抗氧化剂。那么第四点呢，我个人呢是建议我们在客户、我们营养、我们的直销商伙伴一定要以细胞基本营养素为核心，然后再去搭配着我们各种各样的优化营养剂。以前呢碰到过有些朋友，比如说只吃钙片啊，或者是只吃这个鱼油，从这个我在此呢，我不置可否。但是我们个人从公司的角度上呢，我们会建议一定是以细胞基本营养素为核心，然后去搭配其他的一些营养补充品的产品。那么在此呢，我也列举了三个常见的问题和回答的建议。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们，因为今天我的这个培训主要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吃营养品的问题。所以呢，在解决了这个为什么吃营养品的问题基础之上呢，我们的第一个常见问题是，营养品吃过了会不会有依赖性呢？那么这个呢，每一个朋友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呢，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会议当中呢，团队伙伴呢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那么今天呢，我这边就给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些参考啊。比如说，高品质的营养品提供了我们身体和细胞本来就需要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营养素。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三顿饭。那么我们就要每天补充高品质的营养品。营养补充品它不是药物，也不是处方药。处方药呢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化学物质，对于疾病有一个强行的治疗和对抗的一个作用。营养补充品是提供身体正常所需，支持和维持我们正常的细胞功能。往往呢，很多朋友在问营养补充品会不会有依赖性，往往是把它当做了一个药物。那么在此呢，我们这边就是解释一下，我们营养补充品是提供我们身体本来就需要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呢，也包含了就是高品质的营养补充品需要吃多长时间。那么就是说，只要我们只要我们人活着，每天吃三顿饭，那么就应当长期就跟着三顿饭，每天就需要补就就需要补充这些高品质的营养品。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营养品吃多了啊，就我这边少打一个字啊，营养品吃多了会不会有副作用？那么呢，这个呢可以单独的做一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培训。那么呢，我记得上一次呢，我在讲课的时候呢，我曾经拿过婴儿奶粉来做过一个例子。那么大家知道婴儿配方奶粉的，我们叫配方，配的其实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么和这个 DHA、EPA，甚至包括益生菌和益生元。那么，如果刚刚出生的婴儿，甚至是刚刚出生第一天的婴儿，都可以这个饮用，或者说都可以摄取我们人为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我们这个正常人、成年人，那么我觉得使用营养补充品就更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顾虑。那么这边呢，我讲的是所有的产品，那么呢都是经过政府的审批，而且大家知道，我们有桑拿的产品是在全球现在将近20多个国家有经营和销售，每一个国家它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政府部门来负责营养品的注册。在这20多个国家当中，其实都是经过了政府的审，就是都是经过了政府的这个审批过程，所以大家可以在安全性方面大大放心。那么呢，刚才也讲到，它本身提供的就是我们人体
本来就需要的。如果大家按照标准，就是我们标签的推荐剂量使用呢，是完全没有什么顾虑的。那么这边呢，我再多加一句话是什么呢？从我以前阅读的一些文献上呢，讲到其实长期不饮食的健康，无法摄取足够量的微量元素的危害呀，才是真正威胁我们的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现在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现在就考虑到我们营养是不是我们的营养素是不是吃的太多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营养品和平时饮食的关系。那么呢这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平时的饮食呢其实是提供了我们身体所需的能量和基本的建筑材料。如果大家刚才还记得我们讲到了我们细胞，我们一些常量元素，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它可能就是我们细胞膜的一个结构。我们摄取的这个优质蛋白，那么它我们都有的很多体内的一些正常的一些生物功能的参与者的蛋白和酶，它本身就是蛋白质。那么呢，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饮食呢是无法提供足够的微量元素，无法提供足够量能够起到对于一些慢性疾病起到预防作用的一些微量营养素。那么最佳细胞营养水平的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确保了我们正常的生物的反应和酶的所需，而且起到了对于我们机体的，刚才我说到的一些保护的作用。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很多营养专家讲，其实每天维生素 C 60毫克是100毫克、120毫克是完全不够的，这个只能用来确保我们没有维生素 C 的缺乏症，只能来确保我们得坏血病的几率很低。但是如果想真正摄取到1200毫克的维生素 C 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最少大概需要吃到20个到30个橘子，你才能摄取到12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补充高品质的营养品是真正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效的，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长期健康，让我们活得更有生机和活力的。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一些话术的一些举例啊。那么这个话术呢，我希望大家我们待会儿呢，在这个培训后的交流呢，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我这边只是把我听到的和我记得的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要不要吃营养品的时候，需要怎么吃的时候，有一些话术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了。比如说年轻不养生，老来养医生。那么呢，有一句话叫做用10块钱来养生，用100块钱来吃药，用1000块钱来看病，用10000块钱来抢救。这个钱我们你想怎么花？那么呢，还有包括你告诉我一日三餐要吃多久，那么我们的 USANA 就要吃多久。那么下面这个工作成绩大家可能也都是听过了。还有一句话呢，是当时参考了廖小华老师的一句话，叫做各种微量元素在体内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的，好比一场交响乐队的演奏，需要每一个乐器演奏者的按时到场。按谱演奏，有萨那的细胞基本营养素的配方，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完善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么这个呢，就像我说的，我起到一个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启发。那么呢，那么我们在初步解决完了我们的这个细胞基本营养为什么要吃营养品的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有萨那公司我们有哪一些的这个营养补充品。这边我就很快的过一下。包括我们核心的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那么关于细胞基本营养素的与众不同和它的特点和其他品牌的比较，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培训要需要详谈的一个内容，这个我们可以单独的去了解。那么在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优化营养素，包括不同的身体的健康功能和身体的系统。那么这是一个小小的优化营养素的一个全家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是成年人的，那么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我们还有4类不同的产品，包括儿童是分别适合儿童和青少年的这个 USANIMAL 和 Body Rocks，那么还有儿童和青少年的这个钙镁咀嚼片和儿童的这个活力，奥米加鱼油。那么除了那么在讲到这个儿童之前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孕前和孕期的这个维生素。
那么包括还有我们更高端的、更高大上版本的我们的个人，我的健康包和我的这个个人健康包。那么我们以后呢，会针对这些产品，我们可以单一的做一个一个专门的培训，可以对于这个成分呢，做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那么呢，在此呢，我们大家很多朋友也都是知道，我们友桑的公司呢，有三个不同的产品线，是营养品、食品产品和我们的护肤品，我们的 CeraVe。那么呢，在市场当中呢，我其实留意到一些现象呢，所以这边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么我其实也问了很多一些我们的同事，包括直销商，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华人都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就是 USANA 我们最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营养品，所以它所占据的一定是一个核心和主导的地位。那么当我们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食品产品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客户，如果他用了纤维素，如果他用了这个 Nutrimeal 和这个 My Smart Shake，或者是这个 My Smart Bar 的话，就是 My Smart Food 呢，一定要把它从这个食品产品，从这个给它提供了均衡的常量营养，要转到要迈向到这个全面最佳的细胞微量营养素，一定要把它给和我们的细胞营养补充品联系起来。那么最近呢，我们的这个 CeraVe 也是非常的热销。那么这边呢，我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CeraVe 好用，它是用在我们皮肤外的。那么我们真正的美丽呢，长期的健康一定是由内而外的。那么我们友桑呢，跟我们皮肤健康关系的这个产品相关的产品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葡萄籽精华、维生素 C、维生素 E、鱼油、这个消化系统等等等等。所以这张幻灯片的目的是，整个团队大家应该明确一个概念，我们是一家细胞营养品公司，所有的这个产品和这个未来的这个。产品的导向一定是以营养补充品为核心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那么最后一步的部分呢，简单的说一下 USANA 产品的一个与众不同。那么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一个产品的培训，所以我过多的不会去讲这个产品的配方啊，或者说是过多的不会去讲这个一些科学啊，或者说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我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复制的，给大家学会去讲故事和未来新的朋友去分享的。那么首先呢，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很多朋友呢他不明白这个不同的营养品公司是。每一家营养品公司的配方和成分是不一样的。我自己比较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红酒，这个超市里面有5块钱一瓶的红酒，也有50的，还有500块钱的一瓶红酒。但是一个不懂红酒的人，你让他去品5块钱一瓶的红酒和500块钱的一瓶红酒，他可能是分辨不出来这个区别的。但是从懂酒的人来说，他就会知道从原材料、从葡萄的这个产地。这个采摘的时间，甚至是同样的这么一块这个葡萄庄园，每一年的阳光和雨水的不同，都会造成最后这个葡萄酒的口感的不同。那么，包括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师傅、这个酿造的这个工艺和最后对于这个酒的这个调配，最后都会对这个酒的这个品质和口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步。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呢，我最近听到的就是他把呢 USANA 这种全世界最高品质的营养品呢，形容成是一个高档的餐馆，就是一个高档的餐馆。那么很多其他的公司呢，是一个就是不是说贬低其他的公司，那么有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有一些甚至连自己生产基地都没有的，那么尽可能在配方上选择那些低价和廉价的原材料呢。形容成是一个大排档，那么大家如果在脑海当中想一想我们的大排档和高档餐馆的区别的话，不仅仅是在卫生方面，不仅仅是在这个用餐的环境上面，其实高档餐馆和这个大排档在选择原材料的选择的时候，和在烹饪过程当中师傅的这个手艺和这个火候和这个装盘和最后出来的这个口感，都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么讲到与众不同的，USANA与众不同的时候呢，我永远最喜欢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说是永远大家记住，USANA 是一家先后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那么从我们的直销商在选择一个事业合作伙伴的时候，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意味着就是说更安心，那么更合规，而且这家公司的规模合规性。
和财务的公开透明，是对我们的每一个 USANA 的这个事业合作伙伴，是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一个新人的伙伴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华斯博士的科学背景和我们公司的一个远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杂志的封面，很多朋友都应该是很熟悉这个了。那么我的希望呢是，未来我们大家在团队在做培训，给新人在做起步的时候，这个华斯博士的科学背景和故事，公司的远景，大家一定要能了解。因为从我过去这6年的经历上来看呢，很多朋友真正的其实选择 USANA 或者这么多年十几年、15年、20年、25年，真正被大家真正吸引他们的就是华斯博士的远景，我们现在叫公司的一个远景。那么这边有一个这个网络营销的一个1997年的一个杂志，当时选择了全球最优质的几家直销公司，这边应该一共是12家。大家可以看到这12家，我先不说现在有的公司已经完全消失了啊。那么刚才有说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话，它的财务状况的透明，包括它的合规性，那么给了我们直销商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除了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华斯博士之外呢，都是穿着西服和这个。我们叫做就是这个 business suits。那么只有华斯博士一个人，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博士。那么由他的这个科学家的背景，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来创造的一个公司。那么公司的远景呢，是 USANA 大家庭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一个大家庭。其实很多朋友参加过我们的亚太年会和国际年会，或者以前参加过其他直销公司的这个年会的时候，会发现 USANA 公司，我们这家公司的这个理念和文化是宣传的是健康、大爱和这个慈善，这个跟传统的直销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团队我们平时在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对于这两块，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文化这一块可以得到一个最进一步的一个加强。那么讲到华斯博士的这么一个背景呢，也直接就是决定了。那么我们知道，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吧。那么98%的营养品公司，全世界98%的营养品的品牌，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这个营养，他们是没有自己的生产基地的。那么 USANA 公司，我们不仅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而且因为我们的创始人是华斯博士，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华斯博士是细胞营养方面的专家，所以 USANA 公司在26年前成立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生产基地。USANA 公司没有去找任何一家公司去给我们做代工，所有的这些配方都是华斯博士他的心血和今天他的研发的团队，那么他们的这个付出，那么所给到我们一个身体最好的一个配方，不仅是这个身体需要的，而且是给到我们身体一个就是高生物利用率、高吸收率的一个营养分。那么所有大家如果来过我们盐湖城参观的朋友，都会对我们盐湖城的生产基地是赞不绝口。我这边只是给到就是两张一个大概的一个照片。那么呢，我们的生产基地呢，不仅是在美国 不仅是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包括澳大利亚。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是什么呢？如果做过这个药品维生素注册的朋友，你就会知道，我们虽然大家知道美国 FDA 很严，也听过很多的故事，也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但是在某些方面，在某一些这个方面和某一些流程方面，中国的 SFDA 和澳大利亚的 TGA 比美国的 FDA 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看，对，所以 USANA 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这些国家的政府的许可和有注册的。那么这个呢，是我昨天，应该是今天上午吧，应该是我昨天刚刚去 FDA 的网站上，那么找到的就是，那我 USANA 公司是按照药品级别生产注册登记的。那么这个找的时候呢，还稍微花了一点点精力，还稍微花了一点点时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需要到这个，
不是你在首页上，就是在那个 search box 里面就可以 search 的，你必须要到这个它的这个 drug database，就是这个 database 里面去找，才可以找得到的。那么，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友桑那公司在美国也是自愿按照药品级别，而不是食品级别生产注册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标准，除了我刚才讲到这些每个国家的这个适应，那么包括它还有消费者协会，包括这个通过 NSF 第三方独立认证的，而且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有华斯博士亲笔签名的，按照这个药品级的 GMP 生产的，这些都是友桑那的一些与众不同。那么最后呢的与众不同呢，就是我们的运动员。那么这边呢我就不多讲。那么包括呢这边呢也友桑那在中国地区也是中国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训练管理局的唯一的营养品牌的赞助商，这个在于这个中国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此呢，我想跟大家再多讲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呢，是我上一次在培训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么大家知道，友桑那公司呢和这个世界女子网球协会 WTA 呢已经有合作很多年了。那么很多全世界一流的女子网球选手都是选择使用友桑那公司的营养补充品。那么这个当中呢，就包括了三位这个四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幻灯片上面写的这个澳网公开赛的女单冠军。那么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是另外哪两位是谁。那么这个呢，大家我们以后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记住。还有一位呢，就是在2010年澳大利亚的一个女子网球选手 Sam Stosur，她是2010年的美网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她也是友桑那产品的忠实热爱者。如果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网上可以做一些这个 research，那么还有一位呢是2017年的女网的女子单打冠军，那她的名字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叫 Sloane Stephens。那么呢，她是一个黑人的女子网球选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三位女子单打的这个四大满贯赛事的冠军。都是放心安心的使用友桑那最高品质的一个营养补充品。那么呢，基本上我今天的培训呢就到此结束。但是在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学以致用。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把这个培训回去呢，在团队当中呢，大家可以互相的学习，或者把在我今天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版本再去修改和升级，更好的适合你团队的需要呢。我这边有5个小小的练习和作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三个角度，让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新伙伴能够从三个角度介绍细胞为什么需要营养品，为什么需要微量元素。那么第二个呢，初步了解友桑那的三个不同产品线和有哪一些细胞营养补充品。除了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之外，葡萄籽之外，我们还有哪一些细胞营养补充品？第三个呢，要了解每日建议摄取量的一个局限性和这个能够起到这个保护和预防作用的这个营养品的这个营养素的一个区别。第四个呢，要学会了解和会说华斯博士的科学背景和公司远景的一个故事。那么第五点呢，是能够从最少三个角度能够说明友桑那的营养品的与众不同。当然，大家可以自己举一反三。那么呢，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学员一期班的这个群。那么呢，我们目前呢刚刚成立了一个群。那么呢，由各个团队的领导人呢来负责选择入群的伙伴。那么在此呢，我明确声明呢，就是说禁止群里面的这个不同团队的这个直销商呢互相加好友。我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每天呢可能会提醒大家一次，在每天早上可能在群里面会做一个公告。那么呢，群里面呢我们要一直传递这个正面和积极的一个消息，不传播任何的负能量。相关的违规者呢，我会给移出群。我相信很多这个呢，我已经跟很多领导人都已经交流过了，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那么呢，我们希望呢，我们通过这么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那么线下的一个群里面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启发，甚至是给我一些反馈，让我们在第二轮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培训做得更好。那么在此呢，我也非常想感谢今天线上每一位参会的朋友。那么在此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线后再我们可以在线下再交流，好吗？谢谢大家。那么今天的培训就到此结束，谢谢。